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主线快速连接八字环的方法和快速绑钩的方法。首先来看主线快速连接八字环的方法，我们把主线插入八字环之中，插入进来之后，我们这个手指就这样旋转个数圈，旋转个数圈之后，把这个线头呢再插入这个第一个绳圈之中，然后直接收紧，大家请看，这样呢就完成了。这就是主线快速连接八字环的一个方法。咱们再来看这个快速绑钩的方法，我们把鱼钩和鱼线这样捏住，捏住之后我们在后方做一个线圈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圈拉伸，拉伸之后我们用手指这样撑开，把这个线圈给它撑开，撑开之后我们这样套入，然后扭一下，形成一个结点，然后再套入，再扭一下，套入扭一下，套入扭一下，我们就这样缠绕个数圈，然后拉紧，双向拉紧整理，这样就是一个简单实用的绑钩的方法。